部跟表部一拉开，是不是这样？对不对？然后你的那个绳子盖子藏在里面哦。如果你的绳子盖子在外面，就是错的。好，一定是藏在里面。然后呢，缝这两条，一公分缝两条。好，缝好以后把底拉起来，不是要做中心点吗？中心点对到你的缝背，这样撑就是这个。看到这里吗？它就是它的意思，好、哦，四个角都要缝，缝好以后，从这个底部流动，一定会有一个洞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洞啊，就挖一个洞拆掉，好、哦，就从这里出来。翻的时候麻烦你哦，从最远的地方翻，看好哈、哦，不要很粗鲁的这样。然后这里就过了，好，这样子。我们要很温柔的把它揉起来，推进去，有没有？这样，而且绕圈圈的翻，不要同一个点一直拉。可是我还没缝，我都还没。没缝什么？还没缝，我还在结合。哦，他还没结尾，我就把它翻了哈。没关系，借我，等一下再翻回去哈，我再帮你翻回去。假设假装它已经缝好了嘞。好，看我啊，你看，缝好以后会长这样，对吧？有没有看到？你只要把所有洞封起来，留那一个洞就会变这样。好，好了以后，麻烦你从这里缝缝啊，把里部推推推，这样子推推进来，从这边压一条线。我现在在讲哪里？我现在在讲这里。好，0.3压一圈。压一圈，它这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开开的？对，就会这样子乖乖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好，这样以后呢，翻到表部，有没有长这样？跟图一样，哈。好，压好线以后，我们要做这四个点，这四个角就是我的样品呢。样品呢？都不会叫我哈，出来玩都玩到忘记。来，你看，没有缝就是这样，盖子盖下来，口是开的。好，有缝就是这样，缝哪里？这四个角。哦，看到吗？2.5公分。好，那个角怎么算？你看，从这里底下的脚拉上来，我现在在讲这里。底下的脚拉上来，缝2.5，要回针，然后四个脚都缝，它就自然会变成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打盖子哦。盖子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来看哦。先打盖子。好，对折，从这最底下算来1.5公分的正中间，做一个记号，然后再折过来，折过来以后是不是它有折子嘛？有折子它就乖乖的，好，然后从这边捏起来也找到正中间，下来大概2.5公分左右，就是你盖子盖下来，好，不要拉成这样，也不要这样，就刚刚好有一点点的空隙，所以这样大概2.5公分左右，做一个记号。如果那个尖尖的戳不过去，用锥子两块布一起戳一个洞，先打上面，上面凸的，上面凸的我有写，盖人的一定是凸的，被盖的一定是凹的，你的暗扣都是这样。好，你不是做好记号吗？这样子盖过来合一下你刚刚做的记号， O 不 OK？ 如果 OK 的话，直接打洞钉扣子就完成了。
好，扣子有两组，欸，不是一组，两个，四个，有两个，你拿到扣子会有两个这个盖子，还有一个在这里。好，这边一个凸的，一个凹的。好，你如果两个凸的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也救不了你，那要去外面借那个尖嘴钳破坏。好，那相对破坏的时候也容易破坏到你的布，所以你在钉的时候要注意。好，我有一盒的那个扣子，老师为什么没有帮你们配扣子？你就自己配吧，喜欢什么色你就配什么色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，今天这个就可以完成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哎，对耶，这个下面有一个洞哦，哈，嘿，这个洞要缝哈，没有缝哈，要扣分，对，因为你一放东西，那个就有暗袋，钱都不见了，哎呀，躲进去，这样子是不良品哈，不行哦，要用长针缝缝起来，你缝到这里不会长针缝来找我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用对针也可以，长针也可以缝起来。线对齐，再说一次，这样打结，绕一圈，转两三圈，拉过来，手捏住，还是一个圈，捏住哦，结就出来了。好，好，我们要对针的时候啊，这里，好，你看，我们对针，什么叫对针？就是这样，对过去缝，像个弓箭一样，好，在里面跑。好，来，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把结藏起来，对不对？从这里藏，从这里翻进来，有看到吗？哎，结就进去了。好，然后就捏好，捏好哦。好，看我哦，我现在在这一侧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过来这一侧一点点。好，为什么要在这旁边？因为直线是最短的距离，你如果啊就这样子给它缝到这斜的，等一下一拉它就抽回去了。好，所以它的旁边，看到它旁边吗？我没有这样，哎，我没有这样缝，这样缝会有线出来。我是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好，它对着我就挑起来，你看我的左手始终捏着他们两个，你如果这样腾空，你这对不到正确位置，一定要捏着。好，然后右手就可以动，看到吗？好，再来一次哦，线在那边，我就在这边，你一定要往前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这样往前跑，我在里面一直往前跑，你看它对着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从头到尾都没看到线。好，对针缝什么时候用呢？就是你这个要正面缝起来，就好像我们背面缝那个回针一样的意思。我不要看到线，你看就这样，有没有看到？都没有看到线，拉紧都没有看到线。好，好，等一下你弄好以后去烫一烫再打扣子，好不好？好，对，你看我的手一直在挪动，好，线要随时记得，不要等到最后面再来理线。好，好，你看我还没有拉紧的时候那么丑，捏着它拉一下。好，这个有长短线就把它理一下，有没有？已经平了，对不对？
好、哦，这样子缝它才会漂亮。你不要用卷边缝，因为它打开来看到一条线，哈、哦，不好看。怎么办？我卸结的，我怎么办？打结啊！来，这样再退到里面打结，打到中间，它就拉不动。打结的时候压紧，绕两圈，拉紧。为什么有人打结打到结在半空中？就这个动作没有做好，拉紧压住，这个动作没有做，一定结会在半中间。有没有？好，它很丑哎，不行，因为它在外面，第一个容易被你拉扯断线，然后好难看，就拉着它原来的洞穿走，穿远一点。哦，进去了，叮一声就进去了。老师的学生拼布不能让人家看到结，好不好？好，看到结不行哦，不良品。然后再剪掉，剪的时候小心，不要最后一刀给它剪破洞。前功尽弃，这样缝起来要这样，看不到线哦，好，好，再来就这样推进去，推平，顶开，用手指顶开。顶开，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？因为等一下我要压线，压线的时候你看它会跑出来，你就这样推，用这样捏，把它捏进去。有没有看到要捏到这样哦，才能压线哦，不然这个里跑出来了哈，全部压进去。缝一道，缝完以后这里推起来，你们看到？等距离拉上来，缝2.5公分，这样子捏，不是这样缝，是这样缝好以后折着，里部表部一起缝，缝了它才会有一个角角出现，对不对？3公分，2公分半就好。你缝比较多哈，它会口袋会这样子，太小了，比较直。你缝的高，它下面就会凸出来。对，嘿，好，就这样缝4个哦。好，好，就 OK。汤哪里？啊？上面呢？这个。现在要这里，来下一步，把它推。推到里面啊。推到里面，然后从这里平针缝就好。这一条平针就好，我只是要把它压住，不要让它跑起来哈。什么叫平针？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缝一圈。空档。哎，对，空档小一点比较漂亮。小一点。感觉比较细工。线拉的长。你不要很长一段哦。来，1公分一段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叫你中间再缝一次，再补一次，因为太大洞，它会脱线。好，你这个线不够长，要再加。好，好，这样子，好吧，好，加油。2.5，2.5，2.5的。哎、哦，好，谢谢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老师我来喽。来哦。好，1公分。对，这里要这样，这边先缝。嗯。好，不然你看里部挑出来，推下去，好。缝边边，0.2、0.3都可以。缝好以后，它才会乖乖的进去，捏捏这里，这个距离带上来。哦。好，然后从这边缝2.5公分，嘿，要一起缝。两个表，两个里，连里也要缝。里要，好，不然你的里部会多出来。对，2.5会跑出来的感觉就会比外面多，因为我外面车缝掉了，你里面没缝掉不行，它不会一体，然后你这样里部就会泡泡的。哦，所以你要这样子推紧，都是美感啦。哎，这里，好，这样听得懂美感吗？就是一些。诀窍，从这边起针吗？可以。那缝到这边收的时候，要给它压出来吗？哎，缝的时候你就给它打结，打的结线拉着，是不是刚刚出来有一个洞？嗯，原来的洞穿走，它结就会进去了。不用把它收到弧形这样出来。不用，直的就好，不用抽出去，哎，直的，好。
好，加油。这个是我们做的小方包，我们原来的容量有这么大，我们因为靠着这四条线让它塑形成一个方形，然后加上一个纽扣，就会形成一个容量很大的小方包。